one other. That was a kill leader, and we took them out. Reloading. Look out, grenade. My shields are recharged. The ring's close. 10 seconds. I am repairing myself. Hostile spotted. Making contact with enemy. Hello， 大家好，我是 Jim Pei。 Apex 的 Rank Mode 都已经推出了两个礼拜了，不知道大家爬 Rank 爬成怎样呢？在 Rank Mode 推出的时候， Respawn 亦即是 Apex 的游戏开发者已经有讲过 Rank Mode 的奖励。是啊，你没听错，爬 Rank 不是只是为了证明你的实力的。从之前的 Respawn 公告里面有这一张图片，在这张图片中透露了几项不是很多人知道的资讯。首先，所有爬过 rank 的玩家都会拿到他们相应排位的勋章。第二就是爬到金牌以上的朋友就会在这一季完结的时候获得一个武器的造型。而第三就是爬到钻石或者是顶尖猎杀者的朋友就会获得另外一个的奖励。他的英文是 Dive Trail， 我们暂时叫他做飞行轨迹了。不过近日我们的 Apex Datamine 之王 Dead One Mining Guy 又再成功挖掘出第二季结束之后的奖励。差不多所有的 Apex Datamine 都是出自他的手笔的。如果大家有用 Twitter 的话，可以去 follow 一下他啦。这张图片就是他在 Twitter 里面放出来的图片。图中可以见到的首先是六个不同排位的勋章，然后要讲的就是之前没有透露过的武器造型了。由第七至到第十二行写住 Rank Reward HCOG， 中文的翻译即是排位模式奖励 HCOG。 这个 HCOG 的英文全写是 Holographic Combat Optical Gun Sight， 中文就是单倍全息显射式瞄准镜，非常之巧口啊。现在在游戏里面这一种的瞄准镜就有三个，分别就是单倍全息显射式瞄准镜、经典、两倍全息显射式瞄准镜、格斗家，同埋三倍全息显射式瞄准镜、游侠。要注意唔好同呢一个搞乱。HCOG 嘅瞄准器上面系冇框框嗰一种。咁呢一张图片入边嘅奖励写住 HCOG， 应该系讲紧喺呢一张图片入边所谓嘅武器造型，其实系呢一个配件嘅造型。另外呢度最后嘅六行写住 Ranked Reward Dive Trail。亦都真系大家已经知道咗嘅飞行轨迹奖励。从呢一张图片入边可以睇到唔同嘅排位嘅奖励系分成唔同嘅物品嘅，所以睇嚟每个排位攞到嘅奖励都会唔同，亦都即系话每个唔同嘅排位攞到嘅造型都唔一样。希望爬到咗较高嘅排位，唔系净系可以攞到一个造型啦。例如系爬到金牌嘅话，可以攞埋铜牌至到金牌嘅奖励。但系呢一度就有一个问题。不是说金牌以上才会有武器造型，钻石以上才会有飞行轨迹的咩？为什么图片中会有铜银牌的 HCOG 造型，同埋除了钻石和顶尖猎杀者之外的飞行轨迹呢？这样是不是代表 Respawn 想着大发慈悲将奖励送给所有的人呢？如果是真的话又不拘啊，因为我相信自己爬上 Diamond 的机会都是比较渺茫的。如果根据本来的奖励，我应该是跟 Dive Trail 没什么缘分的了。最后个人觉得这种奖励都挺新鲜的，因为之前从来都没想过原来瞄准器都可以有造型。可能其他的游戏里面有，不过我玩过的就不是那么多。另外这个奖励无论在用什么枪的时候都可以有机会用到，所以这个实用性应该比其他枪械的造型是更加高的。不过讲到底最重要的当然都是造型看起来漂亮玩家才会用啦。大家觉得如果 Rank 所谓的武器造型奖励是这个瞄准镜的造型的话，你们会不会满意呢？暂时讲住这么多先，是这样，拜。